来到拜庙新潭的最后一站，就是这个慈和宫这里，而这边的人潮就比上一次里面还要更多人，几乎在他来之前就是庙里庙外人山人海，就是希望来够亲自来跟韩国瑜加油，因为能够来一路拍照。对，韩国瑜一路走进来，虽然短短几十公尺，还是寸步难行，非常多的民众呢拿着手机要来拍韩国瑜，然后来挥手，希望跟他喊加油。那韩国瑜也很自助的拱手作揖，来跟这个现场的民众来呼应、来回应他们的支持。韩国瑜现在到了这个慈和宫的庙前方，他先深深的一鞠躬，来对这个慈王爷、慈王府的王爷来鞠躬。稍待一会他就要来进行拜庙。我知道韩国瑜哦，这一次新竹造势比较特别的，就是在县市这里各自有两间庙，在造势晚会进到之前呢，他会逐一的来拜庙。那因为很多的民众也知道这样的讯息，所以提早就到了各个庙宇来等候，希望来亲自跟韩国瑜多加油打气。所以变得说，每一次的拜庙行程都像一次的迷你的大进场，也是非常的热闹。所以但是走的也是寸步难行。不过呢，我们看到现在韩国瑜拿了三炷香，准备要来拜拜。但是现场还是有非常多热情的民众呼喊着，所以他也是来一一的来做回应，这些支持者热情的支持。我们来听听现场声音。欢迎议长、张正龙团队，欢迎各界贵宾、各个大使，还有我们立委，好几位立委，我们欢迎他们哦。那我们准备开始举行这个立冬参政典礼，立冬参政典礼准备开始。那大家肃静！中华民国108年岁次乙亥年5月27日，即诞高雄市长韩国瑜先生、新竹县长姚文科先生、新竹县议会议长张正龙先生立功参政典礼，典礼开始。我们请上香参政，请主拜官。我们有韩国瑜先生，和公吼代表说他拜完最后一间庙，即将要来这里了啦。激动起来！哎呀，激动哦！我已经等了他2天2夜了。哎，你现在很红，来激动姐。台北，台北激动姐，现在大家都知道。台北，你怎么没去板桥参加某人还可以拿 iPad 的活动？我才不愿意嘞！今天来封关场，想要说什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就是挺韩国瑜。好，好了，这个是每场都到了韩家军。好，好，谢谢。韩国瑜，动手！韩国瑜，动手！好赞，好，谢谢。来来来，姐姐从哪里来？姓什么？高雄来的，我是高雄长腿姐。哎，你好，你好。姐姐上次又来过了哈。今天有什么话想说吗？我今天有两点诉求。第一点就是，我希望我在这次郑重的呼吁中央政府，不要再卡函了，赶快把登革热的补助款一次给付给我们高雄市政府，让我们的高雄那个韩国瑜市长能够尽快把这个登革热的防疫工作，他们整个团队能够赶快如那个顺利的进行。第二点我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代表我们高雄市民感谢韩国瑜市长，我们真的是看在眼里，他真的非常非常尽心尽力，然后非常的非常的辛苦，不遗余力的推动高雄市政。那我希望他好好保重他的身体，然后继续为我们高雄市民打拼。好，谢谢，谢谢。谢谢长腿姐姐哦，好，来，从高雄来的。对，从哪来？姓什么？我从屏东来的。我姓李，我姓李。我今天早上坐那个普悠马车过来的。屏东过来。我本来期待要在屏东，啊，结果屏东取消了，高雄取消了，所以我今天我就赶快赶过来。我再要一场了嘛。对，我再不来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一定要看到韩国瑜当选总统，要不然我真的我此生我活得没什么意思了。今天蔡政府你都没有看到韩国瑜这样子的爱与包容。
啊，什么事情都谦卑谦卑再谦卑，这句话非常的熟，这是你蔡英文所讲的，现在你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请你好好反省一下，好好的跟韩国瑜学一学，不要学着那个小肚鸡肠小鼻小眼的，你们每天就晓得为韩国瑜三餐照打还在宵夜。哎，小明，谢谢啊，谢谢，屏东来的非常非常辛苦哈，好，要小心小心，来小心来，这个也是哈，国旗装穿全身，从哪里来？姓什么？我住浦口，我姓刘。嘿，今天为什么想要来？要说什么吗？好，因为韩市长给人家抹黑到，我真的看不下去了。嗯，他抹黑给人家抹黑一次，我就吐一次。我还有一点，请韩市长身体保重啊，吃胖一点，再胖个3公斤到5公斤刚好。好，感谢。就十全十美。还有一点，请我要呼吁郭台铭先生，当初你说你的股票要鸿海要涨到200元才要退休，如今才70多块你就退休了，我的周边的朋友太多太多套牢了。郭台铭先生，请问怎么办？如果你讲话不信用的话，你以后要怎么样领导我们2300万人民呢？是，请你回去想想看，请你退选吧。好，谢谢大姐哈，谢谢大姐的心声啊哈，说很多人被套牢。来，你好，贵姓？我住新竹县竹北市。啊，我希望贵姓？庄木林。我们台湾从1999年到2004年，这个中国都是敞开大门的，敞开大门欢迎我们台湾的投资，到中国大陆投资。而我希望这样的这个技术的点和政策的技术的缺点和政策的缺点可以改回来，让台湾的民众就是说可以回来台湾投资。啊，我在总统府那边也有讲。谢谢。我在总统。我们简短的一句话，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我们这个简短一句话，你想要表达？因为蔡总统有说，就是说电子五哥也会回来台湾投资。那就是他的工厂如果设在冲厂的话，有没有考虑就是说再拆掉，然后把一些重要的设备，然后运回来台湾，这样子。好好，感谢你啊。好，大哥，谢谢哦，谢谢。来，请坐。来，哪里来？贵姓？大家好，我姓杨，我来自新竹县竹北市。啊，来，为什么想来说？我要大家记得，我们韩家韩粉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旗，让你感觉这种国旗又回来了，中华民国回来了。曾几何时，我们中华民国被改国号叫这个国家；曾几何时，我们拿着国旗威武，会被国旗看的。对，是因为国旗站出来，对不对？会有第一个人坦荡的说：“我是孙中山的信徒。”我爱中华民国，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国。那个人是谁？韩国瑜。谢谢这位同学哈。不过我们要赶快看这个现场了，因为徐府在石河宫那边又有新的情形要告诉我们，把现场交给徐府。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杨县长，谢谢我们张议长，也要谢谢我们竹王爷公的郭主委，还有台北市议员王宏威议员，高雄来的张显耀议员，台中来的沈智慧议员，还有各位所有新竹所有的议员、里长代表，各位乡亲，还有我们竹王爷所有公民的主任委员，杨县长说来这里拜拜。其实到公庙，我们都是心存感谢。郭主委、各位委员，还有我们张议长，对地方宗教事务的参与，不光是我们有了中心的信仰，地方民情、人文来往更加的紧密。还有张议长、郭主委、各位委员，默默的都在做关心弱势的事情。在地方
凡是对公庙有信仰的都被关心落实，所以我们到公庙来拜，一定要慈王爷这里来拜，抱着一个虔诚的心，希望我们中华民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靠自己，风调雨顺靠老天爷。所以各位，我们新竹的乡亲，我们所有的好的人要谨记在心，国泰民安要靠自己，老天爷只帮助风调雨顺。所以台湾要满足，人民要有钱，我们一定要让台湾土地所有的台湾人民过得幸福快乐的好日子。这是我们所有从事政治活动永远不能忘记的神圣的使命。所以各位乡亲，特别感谢大家，也要感谢张议长热心的安排，郭主委还有各位委员默默在地方的付出，祝福大家一切平安，一切美好，未来我们台湾台湾人人民有钱，谢谢大家。我们张正老板总干事，还有荣誉主委啊，代表我们国国的主委，还有我们选举委员啊，最后致上一个欢迎。是啊，大家抓紧时间，要来树民发声台讲话，来。发声台是很踊跃啊。来，你好。发声台有是非标语是不是？没有啊。来，这个希望怎么样？韩市长怎么样？从哪里来的你？我从台中来的。姓什么？我姓白，白色的白。嗯，今天有什么话想跟韩国瑜说？我希望韩国瑜市长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虽然兵市政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支持韩国瑜，我每一场都去。好，你自己要保重身体，韩国瑜要保重身体了。对，谢谢谢谢谢谢。好，今天的发声台真的太踊跃了，我们速度要加快一点。来，长话短说。姐姐从哪里来？我新竹市人。姓什么？我姓王。今天什么话想说？我有话要说，我是新竹市警察局退休人员建署代表。有什么话想跟韩国瑜说吗？有，我希望韩国瑜身体能够越来越好，健康，我们才有未来。姐姐，你这个是祖先托梦，要我挺寒，这你自己写的？我小孩写给我的，不是我写的，小孩子给我。小孩还帮你做道具啊？对，我你们全村都来了，我代表。感枪一下，所以说我来了，这样子。好，现在画面又看到国旗海了，又开始重现了哈。空拍画面可以看一下，国旗超大面国旗又开始出现在会场了。谢谢大姐哦，谢谢谢谢。等一下，民进党执政了，对不对？我们退休人员日夜24小时在守着，得到了什么情何以堪？我们一定要打倒民进党的贼人嘴下，抽油抽油再抽油，希望民进党能够打倒他，好不好？超大面的国旗很壮观呐！哎，我觉得这个国旗呢，可能越来越大哦。今天风光场不一样，来，哪里来？贵姓？我从桃园来，我姓朱。今天有什么话想说吗？我想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家，我爱国旗，我要2020呢，要那个贪吃的菜虫消灭它。韩国瑜带给你的希望了。好，姐姐小心小心小心。来，大哥，你从哪里来？姓什么的？新北市，新北市来的。姓什么？不满了，今天从蒋经国总统到现在，没有看到光明，没有，只有看到黑暗，因为台湾的毒瘤太多了。贪官污吏太多，要把它切除，要用长庚马街医院切除掉。好，谢谢。还是觉得蒋经国辛苦了。好，大哥谢谢。韩国瑜身上有蒋经国的影子。好，大哥谢谢。好，大哥谢谢谢谢。想来呢？他想来了。我儿子想来。你想来现场为什么？
一起出来了哈。好，谢谢哦。哎，今天新竹场呢，其实真的出现了很多新竹竹竹苗的朋友。刚刚呢，这个韩国已经到了最后一间宫庙吃喝宫了。换句话说，等等呢，他就即将来到会场。对啊，而且呢，他一到这边已经感受到竹竹苗这些客家乡亲们的热情了。而且现场声音大到我们两个讲话要靠很近很近才听得到。